这几天在小琉球玩的开不开心？好，我下次要来付钱。真的哈。谁熬夜呢？哎，被熬夜。快来东港吃黑尾。阿伯，你们这几天在小琉球玩的开不开心？好，我下次要来付钱。真的哈。人有没有很多？母亲节这一波很多，都是年轻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很少，那边那边我的老大30，然后小的26，两个都是儿子。还没结婚，还只有一半，就好贵。对呀、啊。对，吃海产还是要来，只要来东港。这个都是我们自己买，然后请带子。对，这大了这蛤蟆不一定做好。我觉得民宿老板都是什么名字都没有红血红血，因为我没有港可以靠。哪里？都是东港来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小琉球的海产都是东港过去的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不要以为你们在小琉球吃到什么海产啊，什么蚵仔啦，啊牡蛎呀、啊，然后蛤蟆什么都是，螃蟹、虾子都是小琉球没有，小琉球没有那些东西，小琉球的东西都是东港过去的。其实他这边应该怎么讲？就像金门外岛。都配过去的、啊、对，没错，小琉球只有现捞的鱼，早上无法进来现捞的鱼才是小琉球的，我自己生产的。这个鱼也是我们自己买的，瓦比亚、啊、哎，我们叫瓦比亚，这是凤梨、哦、我叫它用咸咸、嗯、很好吃，就是要多吃鱼。对，等吃。味道都不一样。这个是你们在台北吃不到的，绝对吃不到。很新鲜。啊，对对。这个回击啊，花蟹，我也爱花蟹呢。我去万里，我也爱吃花蟹呢。它很贵啊。对，万里那里很贵。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吃一只，好像就要700-800多。我们两个上次去旗津吃一只，1000多啊。大只的，嘿。不多呀，我们决定了。好，可以决定。多少钱？这已经到尾声了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刚刚买了两只花蟹。5只的鱼，哦，现捞的瓦比亚，还有虾子，这样子总共买起来才700，700，然后我们来给他带煮，对不对？也煮一煮，就给你工钱，加起来1000块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你看。
看员工，新鲜便宜又好吃。来南部，吃物件嘛爱来南部，南部的口味快乐。然后就买了一块冰柱，买了一块冰，然后说明柱。哎，我说，你那个买这衣服吗？多少？十万啊！十万。小料小的地这么贵啊？对，现没有啊，现在小六球的地也不卖了啊。对对对，那私人的地，私人的地也不卖了啊。所以你平常都一个人二十栋，都在外地上班。对，老大在，他就在自己高雄的那个九龙富国路啊。啊，小的在屏东。屏东也离你很，屏东不就是这个？屏东是屏，我们这里是屏东县，屏东是。这里开车还要一个小时，快一点点。再说，太新鲜太好吃了，看，杯盘狼藉。接近午餐时间，客人一直进来。华侨市场吗？生鱼片好臭喽！谢谢板桥的伯父带来的伴手礼，啊，这个是金良牧场金门来的高粱猪肉干，还有我跟阿伯一样都喜欢喝茶，那阿伯在北部他喜欢喝的是文山包种茶，刚好家里的茶叶没有了，所以真的是及时雨，谢谢阿伯，很多年不见了，来小琉球玩，先跟
水阿姨联络啊，来看看水阿姨。然后早上啊，我就带他们到码头啊。有人知道这个文山包种茶009是什么意思？知道的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，因为我对包种茶比较不认识，没有了解那么清楚。但是阿伯送我的茶都是很不错的茶，但是我就不知道他这个是有得奖，但是009是什么意思？好，知道的人啊，底下告诉我好不好？